然后发现整场这个录像咱们都一直在花式裁判，然后发现还是俩女生，发现花式一个女裁判，发现没拍别的镜头，全都是裁判，简直了。那这一支足球队可以在他打死，对，以后不叫我们来了都。但他们就更没有人围观了，也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他们都不会不让我们来的。太快了吧，感觉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。不要着急，这个路上了，周晨，拍到了吗？拍到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有久没有拍他？拍到了吧？拍到了，拍到了。再拍不到我就自刎谢罪了，我天。给他赞助一件吧，一会儿就去优衣库给买一件的。行行行，你说他们连个统一的队服都没有，大都会缺钱队，大都缺钱队，这都录进去了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大海，好好，哇，哇塞！谢律师，徐小谢，他谢钱啊，谢律师是职业西西的老公，我知道是职业守门，对对，他职守门啊。这场没有解说了呀，客串一下，来一个、感觉突然感觉很安静，我先酝酿一下，酝酿一会儿完了。不错啊，我这个女裁判踢球可厉害了，是吗？还踢球赢过我们呢，真的假的？我们这刚才就夸她好看来了，她还端过 Peter 球，哇，真的假的？
哇塞，我们不光长得好看，踢得也好，就是。对呀，就穿裆了。又穿裆了？谁穿的裆？他自己穿自己裆。换个人，换个人。不是大海说，球王别老穿裆。走，走。让悠悠给他们批发点 T 恤了，都不整齐。其实也还行，就是大海，他们还是很白的。哦，其他人还是很白的，不过他们要都换成统一了，就更不好认了。啊？哦。啊，对，徐光打中场，徐光打中场了。啊，黄蓉你打后卫先。今天就你们两，就两个替补。不是，就是那个争取平安替补。好，你看好这个啊！啊，不用抢守门员，守门员不用抢啊！对对对，回防回防。你们吗？中间接一个，周晨往中间站着。给不就行？是不是应该给你们带个喇叭？哦，不是，对。教教就可以了。好，球中央。哎，两边重边就行。可以给中间大喊，中间，中间，好球大喊。过了，过了。大喊后面，大喊后面那个。大喊先去前面，中程帮你补位了啊。啊，不要漏人啊。没事没事，护住球护住球。喂，慢一点慢一点，慢一点慢一点，不让你不让你。老范他们节奏啊，慢一点啊。没有人。好球。
自己抢，他自己怕的球不能自己抢。哦。那个话不能回。只能别人补是吗？对对，要他别碰到了，然后可以抢一下。
我再歇会儿。哎呦天哪，这个好危险啊！对啊。我吓死了。十秒钟啊，让步，上去，往前。